好，大家，我现在人就在这个曼谷 Medina Mall 的对面，是这个猪脚饭跟这个云吞面，这个是听说很出名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吃。如果好吃，我会给赞；不好吃，我一样会讲不好。看到，这听说很出名的，听说。可能他们真的很不喜欢有人抄他们。你看 ，No brunch in Singapore， 哇来了，没有了，还有四方 OK 啊？都是来了，就是一点晚餐，一点叉烧，一点菜，一点葱，螃蟹肉，这是螃蟹肉啊？白白的，再甜一点，再甜一点，看不到螃蟹肉啊，螃蟹肉这个。真的螃蟹肉来了，所以这个就是螃蟹肉了。所以我们一个不小心就吃了那么多，啦啦啦啦啦，吃一碗，对，吃一碗了，四三四。做一个小小的 end review 在这里，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去吃的那个云吞面，加买那个猪脚饭，感觉是非常棒的。食物啊，讲真的，九分，地方感觉也九分，厕所也九分，但是一个东西吧，就是价钱。价钱有点偏贵，不是偏贵，吃一碗的这个云吞面，加三碗的这个猪脚饭，总共价钱是1600多，1640好像，1640，所以大概就是马币200多块，209块啊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最近汇率是12.88这样子，所以。当然，你看完了这个 video 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就是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第二就是你要。按隔壁那个long long， 所以我 upload video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，所以 OK 啦，就这样子啦。今天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为什么我会在不同的地方按这个 review 啊？因为刚刚我吃完了过后我就忘记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去走摸，走到回 hotel， 现在我现在人就躺在这个 hotel 这边，给你们看。就躺在这边要游个泳晒个太阳这样，所以就这样子， OK， 拜拜。